小心点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。不练练斗地主吗？练个屁呢！斗地主技术在运气，在运气的前面不值一提。摇个花手，给你摇一个。这4个小猫是什么意思？谁能跟我说一下呢？摄像头小一点，行。我会让你点 Q 点 Q 点点 Q 点打强攻。我听见了 Q 点。点 Q 点再点，一个兵你也别想补啊！我跟你说，点点点 Q 吃个药来，点点点 Q 点死，想 Q 兵。我跟你们说，这一波皇子不来赶克我都不可能，根本不可能不赶克我。但是就即使他赶克我，我也得在这待着，我就要卡住这个落手，我让他玩不了。这波兵我不可能让他知道，我即使用我命换，我都不带让他知道兵的。点一点点点点点点滚点再点点，他居然吃着了，还有闪现啊。嗯，哎，他没闪现哈，他闪现交了。点，对，他闪现交了，点点滚点上头了，刚好回家。来一个狂战士镜甲，先出一个攻速海。下边他一个技能没有，我们一个技能没交啊。我们现在是4级，并且兵线是往我这边推的啊。回到线上，他两个刀，我们依然不可能让他补刀。玩洛克萨斯之手是不可能让他吃兵的。滚点点点一点滚点，你在拉些什么东西，兄弟？插个眼到草丛里边，玩维恩就跟他保持好距离就可以。他现在是3级，3个兵，这是最上等级的补刀啊！
他一会儿很有可能会去下路或者是中路啊，让他去。我们现在不知道他人搁哪，有可能搁右边，搁这里。看看搁没搁右边啊？搁右边直接把他杀了，没搁右边他就吃不到经验。这里我插了一个眼，就是防止他在这里边吃经验，他只要敢过来他就死。滚，点点点点点，滚，点点点一，让他打无所谓。我闻到了黑魔法的味道。Ally has been slain。他只要上线，那就必定是一波耗血，三个刀，啊，他还是依旧三个刀，他的补刀都没有追上时间。平均一分钟，两分钟一刀。先把他骸骨打了。这边一定要越打杀的，把药吃了。我们七级打的四级，打的三级啊，不能让他治兵。点点滚，点点点点滚。开 R， 哎呀，没有蓝 E 了，慢慢点吧啊！好，自己上头了，漂亮！他不拉我啥事没有，他拉我那他就死，起杀心了呀！马上九分钟，他现在是九个刀，马上九分钟。你们下路炸了，没关系。这把比较讨厌谁？比较讨厌小法师能起来，其他人无所谓，女警都没事，小法不能起来。我们这波直接进草丛。准点。你晃悠啥呢你？晃晃悠悠的，在那里晃悠些什么东西？小心点！这波线慢慢控啊，看到他了呢我们上去杀他，看不见的话呢就算了，到塔下耗他血。这波不收兵，囤兵，囤的越多越好，囤到塔下再把他杀了。
布甲孩子，黄子可能要来，我看见了，没关系。那黄子出右装的，黄子跑了，我都不知道他跑啥。点滚，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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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E， 一跑开，点点。点点滚，点点滚点。那你非得帮他干什么玩意儿了呢？谢谢好汉两粒帮的飞机。拉回家，我们盾弓吧，再把日女儿出盾弓。黄子不能先交 R 吗？没用啊，他先交 R， 他也是自己上墙。那黄子交 R 给维恩，我能滚出去。我先给他一上墙，然后打他两套，那落手进不来，我再滚走，他更不用玩。十二分钟，我得退线了。我们从现在开始退线。他六级。这落手六级，打石头人是吧？点，闪现点，点点滚，我有盾弓。Executed. Shut down.快点推脱落了，他现在一个破布甲还加上一个多兰盾，他都没有那辅助钱多。我跟你说，你瞅那辅助钱多，这老些点点点点点滚，再点点点点滚，少吃两层塔皮。一会儿放他自己搁这发育一会儿，我们得去支援了，我就不跟他单带了。这小法师是什么装备？他不来算了，他不来我也不找他，我们没必要非得去找那小法师。我决定这把先出一个水银，有日女有小法师，我们只要走位失误那是必死，我们直接出水银啊。盾弓加水银，宁就是林伟翔。他给这维恩整皮肤有啥用啊？这维恩又不玩，就没有人玩。这职业选手都不玩维恩。我来了，先杀他们家女警。
阿 Q 一好两下三下点 Q 点点 E 点 Q 点死。点点点点滚点滚点点点点死，不知道干啥呢。他已经有点神志不清了，我感觉。好，你别跟他点了，这个一厘米的一抽，哎，点死了，点点点，再点点滚点点点，不上了，不着急上。滚点点点，谁呀？放了个夹，永霜。我们也不往上上，谁杀我，我就往后 A 人。中路可以尝试，点扫描 E 水银，点滚点点死了一个，我们走，我打了，我死不了，没事。傻了吧，也有水银，下件破败，令人恐惧的阴影。好，这一波看好，大招可以来，滚点点点点滚点死，滚过来，点一下走，不打了，点滚 E， 点闪现，点滚。再点，想杀我，不行的。这是想干嘛？注意点日女啊！这女警点人挺疼，我刚没盾弓才让她杀了。点一下跳弹，看看这波能不能打一强。一宝开起来，大招给上，滚过来，点点点女警，再点女警，点点滚，点点点点滚，点点点滚，点内圈，哪里来个夹？这女警别让我掏屁股，女警只要让我掏屁股，女警是必死的。我每回我就杀这女警。我们双 buff 没了，再续一个啊！
黑夜。来个冰啊，这冰怎么都残血呀、啊、回家出破败，破败以后狂怒小刀，一说到小刀我就想到了陈刀仔。我们不着急上，哎，我们先上一定会被人集火，我们不能接太多的仇恨啊！点点，永霜大招开起来，点点疾跑，点滚点滚点一点点 点, 点滚，再点点点点滚。点点点滚，点点点点，他有点肉啊！点滚点点点滚，拿下！110110。